高丽菜会当炒，买当煮火锅，其中属于高山品种的雪水高丽菜，清甜好食，真受到消费者喜爱。雪菜果农王耀宽就利用温网式的优势，成功减少着病虫害威胁。清甜好食的雪水高丽菜，嘛来成为老祖国指名要求的蔬菜作物。雪菜果农王耀宽主要种植卡玛豆、梅弄、酸亚等水果类的作物。在几年前，决定试看卖伫本地种植高山品种的雪菜高丽菜，利用温室优势，有效降低病虫害威胁。清甜好食高丽菜是高雄食客才知影要指定的产品。因为消费者都喜欢那看我每年到这个过年前呐、啊，那大概十二月左右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今年我没有种雪菜，这样子，每年都已经到那个时段都会问我。”那这所有的量大概都不多了，那反正客户需求就种一点点，那就利用空地闲置的那个区段，把它加减种一点。你都话讲这都要有一点硬，不要一熟度高。啊，你啊像这样呢，就是有一点还熟度还不够，还一个大的，一个大哈，怕哎，这也不会。这个摸吼摸落去哦，干嘛呢？软软啦，内面干哪呢？安尼嘿啊，无扎啦，没有还没有，没有扎实啊。要怎紧安怎煮高丽菜才会好食，都是真大的学问。王耀宽表示，当初甲爸爸只是想讲来试看卖，伫山西这个所在是毋是当真成功。经过多年累积经验甲技术，高丽菜品质是愈来愈稳定。但是，佫有其他作物在轮种，所以只有利用营地的土地来种植高丽菜，量无多，也变成高雄的秘密作物。台中华新闻叶宏武，山西采访报道。